在宜兰头城的外澳海岸，因为一件观光饭店的开发案，让当地居民忧心美丽的海岸线将受到影响。他们四处奔走，希望更多人一起关心自己的家乡。彰化的农地又再度传出污染事件，环保署检验出土壤中的铅、铜、镍、铬重金属含量超过管制标准。到底我们何时才能脱离农地污染的噩梦？谁能确保食物的安全？彰化大城的台西村长期跟六轻做邻居，默默承受六轻的污染。尤其夏天西南季风吹起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忍受的气味。居民期盼政府与财团不要再漠视他们的生存权。台西村常住人口462人，七八年来28个人罹患癌症。这个和六轻隔着浊水溪相望的聚落，开始对外发声，争取权益。在地其实都非常无奈啦，那他们常常讲说人死了就算了，不然能怎么样？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不公平，要还这些人起码生活的尊严。农历七月，台西村举办一年一度的民俗祭典拜 K 翁，居民挑着祭品越过堤防，来到浊水溪畔。对于位在大河旁边的聚落来说，浊水溪若是泛滥，将威胁聚落安危。如今政府建造了水泥堤防，为村民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浊水溪的威胁降低。但是在河流对岸的六轻却让他们无从抵抗。在开放哦，在那温州温州转正哦，每年拢都来给你拜啊。因为说这金砖哦好啊，这个建筑房价无论啥拢总有啦吼。啊，你开放你当你啊，你你来躲避温州啊。开始唔通过来啊。要帮你帮火就进去啊，就肯定啊，搞你晒出去啊。在空中鸟瞰，从六轻厂区越过浊水溪，就进入彰化县大城乡。台西村是大城乡最靠近六轻的聚落，在地居民以农耕为主。过去大城西瓜风光一时，但现在已经没落消失了。十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是种很多的，规庄哦，差不多有四分之三拢是种过啊。啊，迄阵食好呢，迄阵种的拢足水啊。到落尾落起来了啊吼，阮有发现着，感觉讲，疫情，逐年都一直产量一直减少。啊，搁再呐，搁再迄个虫哦，生过虫哦，一直无法当发育，一直无法当起来。田地上的主角换上地瓜、葱等作物，但收成也不太好。因为长啊吼，甲暗时拢同款，久久啊吼，若有变化落来吼，爱休吼，迄休落了，休落就变形了。变形啊，你啊，咱就一直搁爱用药甲治疗啊，啊嘛食歹用的，吓啊，伫阮这所在吼。真歹啊！你说是农作物啊，阮要甲农作物做甲真好势啊，你看真困难。每当夏季，徐徐的西南季风吹起，便是台西村民最苦恼的日子。西南风的时候，然后尤其天气热，那气流不太动的时候，温蒸哎，大概每个角落你都会闻到生生。许丽仪家里的窗户只有空气在正常的时候才会打开，每当六轻空气飘过来，她只能待在室内紧闭门窗，隔离空气中那股难以忍受的味道。对我而言，我就是会习惯夏天我就吹冷气了，反正我就尽量关着。真的天气就是状况不好，有时候我也喜欢带小孩子开车出去。大概有时候只能这样子啦。他在什么？因为就是说你
和六亲做了十几年的邻居，许丽发现村子里面罹患癌症的居民怎么越来越多，连他母亲也在名单之中，让他觉得不太对劲。但是如果这个村子里面，因为我们村子也比较老旧的社区，它的连结很多，你会忽然发现这个也是那个也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不对了。我实际上在国建局看到了100年，真的大城乡是全彰化县罹癌死亡率最高的。许春才的父亲、大哥都因癌症过世，40几岁的他因肝癌二期而开刀，身上长长的手术痕迹，背后是一个家庭的辛酸。开刀期间，三个孩子没人照顾，还要寄放到亲友家，家庭责任也无法承担，让他心情低落。我要做工去咧，有时啊嘛是啊袂爽快，唔敢歇下呀。做的出力就较歇下，我唔敢，会艰苦啊。啊算啊，啊对的算袂歹啊。啊对恁厝里人的家庭的影响咧？啊，算来往我就较无法度啊，从外口阮某做临时工啊，让因来安尼害死人，是来往啊，袂好控啊，从我一家口我就死啊做的。六轻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石化专区。污染当然也不可小觑，政府在云林县麦寮乡、台西乡常态性设置了空气监测车，以掌握当地的空气品质，但在彰化县大城乡却没有。民国100年，环保署用移动式监测车在大城乡永光国小进行采样，学者汇整资料后发现，以石化业污染指标物 VOC 来看，风向是关键因素。那永光国小它不是在北部吗？东北部吗？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西南风的时候，你就会得到非常高的浓度。那你如果是在台西国小，就是它的南部，那它最高的浓度就是北风来的时候。所以这样的夹角告诉我们说，一个工业区是对附近的这个社区的影响的这个形态，就跟着风向是有关系。连续4年，詹长全教授接受云林县政府委托做流行病学调查，从3243个人的血液及尿液中检测是否有石化产业的污染物，并且做详细的身体检查。他发现距离远近和健康状态呈现正相关。距离六亲越近，他的居住环境里面的空气污染就越严重。那从他的尿液里面又可以测得出来，这些污染物跑到这些居民的这个身体上面的浓度也越高，那他的许多的健康的状态也越不好。那包括肝脏的疾病，肝管心血管的疾病，包括肾脏的疾病跟肺脏的疾病。空气污染无国界，但跨过一条浊水溪，行政区域不同就有差别待遇。大城乡连空气污染监测的设备都没有，更遑论说做流行病学调查。甚至在六轻发生重大公安事件，赔偿云林县民众农渔业的损害时，大城乡民抗议陈情都做了，还是无人闻问。我们有成立一个自救会，啊，伫因未了咧抗议的时阵吼，我们有落参与，啊，我们书院我嘛有递出去，我嘛有送出去，但是到最后，我们大城大小姐，我们无得到应该有的尊重。地方政府不动起来吼，干那阮一个村里。一个小部落的老百姓吼，功能发挥不出来。阮的期待就是，吼地方政府爱关心到伊的官民，
要帮全民争取伊应该有的福利甲尊重。许丽仪带着女儿出现在台北街头，因为环保署要审查六轻的健康风险评估资料，她希望能纳入大城乡。但即使有环保团体帮忙发声，记者会声势还是很薄弱，犹如无助的台西村民。台塑六轻十五年在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就像是一个石化毒气的集中营，我们在那里慢慢的、慢慢的，每个人都在生病，而这个国家竟然都没有反应，这个政府也没有反应，这个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因为这个无能的政府就在当这个财团放任他们、纵容他们，为了扩张事业版图，剥夺了我们呼吸自由空气的权利。咱台西村的村民，大家好。下晡三点，有咱医师联名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医师，要来咱大城演艺厅举办着台塑六轻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座谈会，请咱的村民大家。台风的滞留封面造成南台湾淹大水，大城许多村落传出淹水灾情。一场有关六轻对民众健康影响的座谈会，还是决定如期举行。策划这次活动的许丽仪原本担心没人来，想不到坐得满满的。现场参与的多半是老人家，康友平的父亲也因癌症过世，他把母亲接到台中照顾。为了参与这场会议，他冒着风雨返乡。这几年来，因为还有这些单位，啊，甚至阮庄头这些长辈世代关心，阮发现阮庄这个庄头现状。因为感情过往的，才会亲人朋友见的多，所以我感觉这个时阵，我若无做家己本身带了这个土地，人无出来关心，安尼我咧想政府也无可能来替阮来做啥物。座谈会中，自从六轻来了，刊物的主编吴松林从云林居民检查报告来呈现六轻的污染，也引用研究单位的资料，提醒大城乡民正视六轻的问题。台中的五 A 的西安台西省，吼，譬如讲你今天本来吼比全国较低吼，有诶出来比全国较低，起码拢比全国较悬吼。讲到婚姻的代志，赶快嘛是讲到中华美泰的代志。吼，婚姻在好食咧做嘛吼，啥呾婚姻着是泡西风泡北风，啊若泡南风诶，泡西南风诶。而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医师叶光鹏，则提出许多国际数据，提醒大城乡民对于六轻污染要有风险意识，并且认为政府对大城乡民疏于照顾。彰化县政府应该要较积极的，这是彰化县政府的责任，这嘛是中央的责任，这尤其是卫生部，尤其是环保署。愈爱扮演较积极正面的角色，较主动积极，唔是彰化观众去遐求，唔是彰化人民去遐求，保护咱彰化人民，保护台湾人民，这是伊天经地义伊的义务。会议中，许丽仪还发起联署，向政府争取大城乡民的权益，就是要政府跟我们做流行公共卫生流行病学调查。去厘清所有的东西，而且这是一个相当才是最正确的途径，然后去厘清这里的居民健康跟六轻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空污监测，一定要有一个所谓平行机构来看，这不是单单六轻可以解读的，应该还有其他，再加上我们要有学者，要有政府公权力做一个最好的合作。得知大城乡民的诉求，张长全教授觉得合情合理。他认为除了做流行病学调查，
在环境监测部分，政府也要再提升。因为我们发现呢，靠政府的这些现有的监测站或是规划中的监测都不足以涵盖石化工业区多样的这些环境污染物，所以一定要有其他的检测方法来补充，所以环境监测也要加强。环保署表示，去年九月修正的特殊性工业区的空气污染监测跟隔离滤带的部分，六轻必须在相邻的乡镇设置监测站，其中就包括大城。过去他也设了四个车站，那我们修正之后，他做十个，要多了六个，其中有一个就在大城。好，那预计今年的九月底呀、就应该设置完成，开始来运作。另外，在健康风险评估的部分，将在六轻监督委员会中要求六轻纳入，而有关于流行病学调查也将开始启动。彰化县政府环保局，我们也许补助他们经费，那他们又去委托，是可以去进行这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这可以来解决。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六轻其实是很大，那我们也有想到说，环保署跟现在的卫福部，其实对于这个国家型的健康风险评估跟流行病学调查这里，也应该有一个一致的做法了。人民的权益若没有站出来主动争取，期望政府为所应为，要等待多久？台西村民等了15年，终于得到正面的回应，但后续政府要面对的还有更多严肃的课题。